天报告，会议即将开始。为维护会议品质，请各位股东先将手机关机或改为震动。股东发言前应填写发言条，并交至记录台。发言内容应简明扼要。同一股东同一议案发言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再次提醒，股东若需要发言，请将发言内容记载于发言条，方便主席回复。非与承认事项相关之发言，将于临时动议后，统一由主席指定相关人员说明。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请详本手册第22页附录一。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东常会出席股数报告。本公司发行股份总数为2亿7136万4316股，目前出席股数为1亿5382万9025股，占本公司发行股份总数56.68%，已符合公司法第174条规定，请主席宣布开会。本席在此宣布。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112年股东常会会议开始，请主席致辞。各位股东，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公司民国112年的股东常会。个人的话，先感谢各位股东长期关心与支持。好，现在就依议程来进行报告事项。报告事项，请各位股东翻至议事手册第3页。报告事项一：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报请公见。说明：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请股东自行参阅本手册第7至8页附件一。本公司111年营业报告内容的话，详细的报请，详细的就是先提醒各位参阅议事手册。三只全开，对，所以三只现在就把另外两只关掉，对，另外两只就去关掉。在生活及工作模式上，已经恢复到了这个疫情的模式。因此，疫情受惠的相过去两年、三年相关疫情受惠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随着疫情解这个解封，市场需求也开始。因此呢，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后面库存过高的因素产生影响。公司全年在消费性影像感测器封装订单下半年开始明显衰退。不过，车用电子相关的产品中都有小幅增长。3D 感测零组件的封装订单以及12座晶圆测试服务方面的老化，影响是稍微。相对稍微，虽然全年的订单来讲的话，受影响下滑，
不过受惠于每年升值，都没有公司不断的持续提高营销，因此在营收和获利表现上没有问题。2010年强到而且略有增长。因此金财公司111年全年营收为新台币77.3亿元，与前一年营收76.7亿元增长1.8%，净利为新台币19.8亿，较前一年同比增加了5.7%，因此每股的净利是新台币7.3亿元。财务支出及获利相关的一些数字都非常强劲，在财务表中请各位同仁把握参考。公司每年来的话，投资的研发的经费，市场来的话是持续增加。针对今年几个目标持续做创新研发，希望能够让客户的需求和市场所需要。2010年我们投入新台币2.1亿元。主要是购置及更新各项开发专用设备所需要的相关的投资，其中包括了12寸晶圆应用、引导线系统相关制程设备。那另外还有是精密的电路布光及显影机。公司来讲的话，在2010年重新投入了12寸晶圆感测器相关的加工技术专案。并行在这里进行，在去年第四季的开始进行规模的试量产。我们提到金材必须尽快投入12寸晶圆感测封装的特殊封装领域，掌握新的这个电机市场。研发团队积极建构新一代12寸 RFSU 的技术，同时也要提升现仓库的技术以多层次表现的现实因子。我预计在113年起，应该可以提供客户12寸感测元件的 CSE 及其他相关 PPI 特殊封装应用的量产。那除了说的技术研发及生产过来，公司仍然对于这个企业资本及社会责任方面不断努力去精进。公司已经连续6年荣获柜台买卖中心。公司治理认证前排名的前5%，109年起，公司就设立了治理主管，进一步强化实务面的管理。为了追求企业永续发展，在110年导入了 ESG， 希望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三大方面提出具体的计划还有吉祥目标，希望逐渐实施。大家知道最近来讲的话，是因为这个气候变迁的变化，全面减碳，使地球的这个趋势发展，是做上市公司的目前这个重要的课题。公司于今年开始购买所谓的绿电，就是在200万度的这个再生能源，并且透过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统认证。以我们公司内部的减碳计划，我们预估今年可以再减少2万吨的 CO2 排放。当公司来讲的话，就是逐步来讲的话，按照我们实行的实现所谓绿色低碳的能源模式。公司在所谓的水资源，这是台湾来讲另外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2010年如期完成了自成用水优化及这个自成用水系统。回收系统就在改善，减少了30%以上的自行用水。公司整体自成用水回收比例在目前已经高到67%，较前一年来的话持续提升20%。我们最新的产业系的话，在去年获得了第四届国家企业环保统一绩效，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赛，然后得到了殊荣。当然，我们会持续努力。投入资源在所谓的节能减排，还有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回收利用，希望三星企业环境投入的责任。那有关在职单位的相关认证方面来讲，公司也是持续努力，已经3年达成无灾害公司。疫情期间，
除了我们照自己内部来讲的话，为了这个防疫来讲的部分，那我们也关心到这个社会上许多的社会机构，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的话，资源的募集上遇到相当的困难。我们因此同时仍然鼓励同仁不要中断同事常年来持续的公益活动。在场内来讲，多多支持的爱心义卖，这募集和物资，绝对是弱势的。提醒同仁来讲的话，我是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来讲，除了我自己，还有许多人来讲需要我们的关注。那我们也持续要跟着一些所谓的文具用品到偏乡小学，对于儿童的养护呢，去年是持续的进行。今年来讲，公司大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着手于这个责任商商业文明，就是 RBA 的这个制度认证，就是今年的通过认证，希望能落实公司永续发展的承诺。通过全体工人的努力，以及关系利益关系人的信任、共同支持，成为上进的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公司的前景和展望，明年展望。公司的话，在感测器及无机电源这个市场里，我们会是的话，是目前就聚焦的半年内，未来将会来的话，就是半年内上这个开发区这个技术的一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知道长期的话，我们也开始提供硬件提供的策略伙伴，以及高精尖的测试服务。这部分来的话，持续的。寻求成长机会，未来将加速研发新技术及支援客户在市场上的新需求，尤其疫情后来相信有很多变化在产生，比如大家都知道最近的 AI 不同的热点，感测器来讲显然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希望来讲的话，能够逆新的这一波来讲。为了公司这个中期营运发展规划新展，在去年11月正式公开。目前预计呢是在2013年的年底来逐渐部分就是整个建筑部分来完成。那我们会再进一步来以各个客户的需求来的话，进行下一步的施工，从事起这个综合性建设。那我们相信这次公司下一波增长新机率目前已经达到7%的速度进行中。针对112年的盈利，其实虽然说已经过了将近5个月，但这个景气还是数据的真正的反弹，其实我相信的整个产业界的大概应该都很多不确定性在观望中。经营团队来讲，不只是因为但是对于未来成长相关的这个关键技术及业务发展需要的投资，我想我们会坚定的持续的投入，以人才与资金，足够的投入。最后感谢各位股东长期支持和对集团支持的信任，公司会并持续所有去经营这个精神，持续为股东创造良好报酬，还是要去这个社会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谢谢。二、审计委员会报告报请公见说明，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第9页附件二，并请谢辉荣召集人报告。各位股东，现在由本人报告金财科技股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董事会照送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等，其中财务报表业经委托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完竣，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等，经本审计委员会查核，认为尚无不合，原依证券交易法
第十四条之四、第十四条之五及公示法第219条之规定，报告如上，敬请鉴。好，谢谢谢惠荣召集人。三、民国111年度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分派情形报告，报请公见。说明一。本公司民国111年度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业经民国112年2月9日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酬劳皆以现金方式发放。二、员工现金酬劳共计新台币3亿2420万6703元，董事酬劳及报酬共计新台币420万元，包括独立董事报酬新台币252万元。三、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估列金额与分开金额无差异。四、民国111年度董事酬金领取内容报告，报请公见。说明一、本公司董事之酬金系依本公司章程及董事酬劳报酬及车马费给付办法之规定办理，董事会依其对公司营运参与程度及贡献之价值，即国内外业界水准后定之。二、公司章程中亦明定，本公司年度如有获利，应提拨不高于2%为董事酬劳，且给付之对象不包括兼任经理人之董事。三、民国111年度董事酬金领取内容如下表，请股东参阅。以上报告案，请各位股东详细。本次会议承认事项之投票表决，将依会议程序，主案讨论后，连同选举事项。现在就开始，进行什么承认事项？承认事项案由一、承认民国111年度之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董事会提。说明一、本公司民国111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表、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业绩勤验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蔡美珍及黄玉凤会计师查核完竣。二、民国111年度营业报告书、会计师查核报告及上述财务报表，请参阅本手册第7-8页附件一及第10-18页附件三。三、敬请承认。公司去年度税后净利是新台币19亿8400万。因此每股盈余的话是新台币7.3亿元，这个我想刚已经在营业报告中提到了。我想表现上来的话，比权益量是稍微有点增长。各位股东对本案如果有其他问题下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先请下一道。案由二，承认111年度盈余分派案，董事会提。说明一。民国111年度盈余分派案业经民国112年2月9日董事会决议通过，考量民国111年获利、资本预算、中期营运规划及财务报表后，拟自民国111年度可分配盈余中提拨新台币8亿1409万2948元，每股分派现金股利新台币3元，现金股利计算至元为止，元以下舍去，配发不足一元之基零款合计数计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本案授权董事长赐股东常会通过后，另定除息基准日等相关事宜。此后如依本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影响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总数，致股东配息率因此发生变动者，请授权董事长依本案决议之股东股拟分配盈余总额，按分配股利基准日本公司实际流通在外股份之数量，调整股东现金股利分配比率。二、民国111年度盈余分派表，请参阅本手册第19页附件四。公司今年的话，大概安排就是股东股现金股利13块钱。主要是我们考虑到未来几年仍然有重大投资，尤其在所谓新的十二寸的开发板持续的一些设备，包括新的生产线设备，就是我们目前的规划中，一直。希望能够手上能够有个现金。这3块钱的话，我们大概预计在7月中旬的话会发放。希望各位持续仍然支持公司的现金。对本案不再有其他需要进行注意。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下一步进行选举。选举事项，
案由增选一席独立董事案，董事会提说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本公司设董事五至七人，董事人数授权由董事会议定之，董事名额中独立董事人数至少三人，本公司目前董事人数为五名，其中三名为独立董事。经本公司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二月九日董事会决议通过，增选一名独立董事。新任独立董事自股东常会选举结果产生之时即刻就任，任期与现任董事相同，其任期至民国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止。二，依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本公司董事之选举采候选人提名制度，股东应就董事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之。董事会业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完成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审查，独立董事候选人之学历、经历及其他相关资料，请参阅本手册第二十页附件五。三，董事选举办法，请参阅本手册第二十九页至第三十页附录三。四，敬请选举。那要动念上线放出来的话，是我们这个这次要选举的这个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先生。当然，其他他详细的他的学经历、这个职务及职务来限制，请在进入历史手册第二十页附件请多参考。杨明珍先生目前是台湾光照集团，现在是群光科技的董事长。美露科技副董事长，森阳啊，同时他也是森阳半导体的独立董事，建国文创啊科技独立董事，以及群成电的董事。那可以看出来，他在半导体资历其实相当的深。那他过去呢，我先生过去的话，曾经跟晶圆电子的总经理，以及永光在台的科技副总裁，高阶专业经理的职务。因此来讲话，在半导体及尤其在封测业上，其实具有相当丰富的实务经验，也是跟得上现在的需求。我们新增进来的话，这个杨明珍先生的加入来讲，可以为公司的经营在策略，尤其在策略上来讲话，对未来发展提出他的专业建言及精准指导，帮助公司来讲话持续的成长茁壮。那这边是大概是不选杨明珍先生的简单个人介绍，那股东对他是不是还有其他具体的进一步需要说明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承认事项、董事选举、投票作业，请示意说明投票的办法。现在进行承认事项表决及董事选举之投票，请主席依规定指定监票员、计票员及投票时间。公司董事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本期指定货号四百号的股东陈小姐及八百九十六号的股东罗小姐的监票，请爱心服务代理服务代表部人员担任计票。投票时间是两分钟，请支付。目前股东出席表决权总数为一亿五千三百八十二万九千零二十五股。其中以电子方式行使表决权数为一亿三千九百九十六万四千三百六十六股，请各位股东拿出您手上的表决票。承认事项，请股东分别使用一至二号表决票，表决票上均列有各项议案之案由，请股东于勾选赞成或反对后投入前方票箱。董事选举案，请使用董事选举票。请股东填妥备选举人资料后，将选票投入前方董事票箱。请监票人员出列至投票箱旁，亮票箱。现在时间为九点二十二分，投票时间为两分钟，请各位股东在九点二十四分前将表决票投入票箱内。请主席宣布开始投票。现在开始投票。
离投票截止时间还有一分钟，请各位股东把握时间。现在时间9:24，投票时间截止，请主席宣布开票计票。请这个计票人员开始。我的机票已经完成，请就请司仪宣布。议案表决情形如下：出席股东表决权数（含电子投票）1,538,009,025；承认事项第一案，承认111年度之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赞成权数1,516,004,009；反对权数91,148；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总数97.61%。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照案通过。承认事项第二案，承认111年度盈余分派案，表决结果赞成权数1,543,008,705；反对权数107,532；赞成权数占出席股东表决权总数97.79%。本案经出席股东票决后照案通过。晶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得票权数暨当选名单报告。独立董事候选人得票权数梁明诚先生1,452,752,665。恭喜梁先生当选本公司的新任独立董事。